是来自 Gordon Tai Beach GDC 4的小刚。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Victoria Gardens 的Selin。好，从头开始可以吗？从什么时候开始？OK， 小刚现在就人在这个The Garden， 哦，这个泰格豪雅的这一场小型的这个活动，那来到这边呢，当然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泰格豪雅的这个特别的一些表款，那就当然不是小刚分享啊，所以我们就叫这个豪雅小姐姐舍令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它的那个 diameter 是 40mm 的，所以是很适合 Asian 的男生的那个 wrist， 因为都是 Asian 的 wrist 没有到很大，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刚刚好的。如果你需要再大一点，你可以选43。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哦，它的颜色呢是中间比较浅，然后慢慢去深，所以它是有那个 radiant 在那边，所以就不会很单调。像它本身是一个潜水表，它是可以潜到200个 water resistant 的，200个米的，对，厉害。嗯，还有呢，它的泡是你要需要去锁的，不然那个水一进去哦就完蛋了啦。Best，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然后它是 automatic 的，这只表多少钱啊？这只表呢，它是1300，好。这个呢是 Carrera， 也就是我们的 Premium Collection。哪个啊？这个是 Carrera。Carrera。Porsche 的 Edition。Porsche Edition。厉害。OK， 你可以看哦，等下可以给你们一个 close up。这边呢，你看它的纹路，它的表的纹路很像那个 racing road 这样，这是它的特别的地方。它的44mm 的，我可以看到后面，它的很精彩的部分在后面，很像那个 racing wheel 这样子。Nice。嗯，你看这边它有写到 Porsche。OK，Nice。然后它是有 push 咯，它有三个 sub dial 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chrono 的手表，对吗？对的。好，这只表多少钱啊？这个表的话，看你啦，因为它是有两款，这个是 stainless steel 嘛。对。stainless steel 的话，26800。Nice。嗯。另外一款呢？另外一款是 leather， 25950。好。今天特别要叫 Selin 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小刚有提到了，大家看标题这个最新这个电影啊，这一套 Grey Man 哦，里面这个男主哦戴的这一款这个泰格豪雅的是什么型号，哪一个表款呢？我们现在 Selin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分享一下。OK， 给大家看一下啊，他戴的就是这一款 Carrera Three Hands。然后它的日期是在6点钟的，它这个diameter会小一点，它的 mm 是39，所以这一款是一个39mm， 也是最经典啊，这个Carrera系列当中的这个三针的这个表款，也是最耐看的一款表哈。哎，讲真，它真的很耐看，因为它很 classic， 而且它的那个表是蓝色的。Nice。 所以这个刀有很多颜色，对吗？有啊，它有银色、灰色。所以这个男主角戴的是哪一个颜色？他戴的是那个银色。银色的，哇哦！这个是 leather strap， 这个是 stainless steel。OK， 所以这个是39mm， 所以是一个三针。嗯。所以你喜欢这只表吗？我觉得很耐看，像你讲的，而且它看久真的是还是觉得它美。可以送给我吗？啊？可以送给我吗？够买还差不多。感谢Selin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泰国的泰格豪雅的这个表款。啊，小刚现在人在这个Mid Valley The Garden 的这个泰国的 boutique 专柜这边，所以也想看了解更多泰国的手表，可以来这边找Selin哦，不是这边的帅哥。欢迎欢迎，拜拜。